刚刚在说什么？因为他有带美女来的，他有带美女来的，就不要跟他计较了。哎，那个志忠，下一场哎。好。那可以请你签一下吗？可以。所以那给你写的一签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两百是他的，对，按你签你的就好。对，好。对，跟他说一千二。不过他有带美女来，他有带两个女孩。好，谢谢。小心。可以。等一下，我们跟对面那两个打，他们两个是大装杯冠军的。哎，你也当个趴。想解收啊！你就拍较济咧。高家那个人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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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家
脚就踢到那边。再给关一个，谢谢。哎，那个老王，你要不要打一场啊？那个，哎，这样，没打了。哎，我一饼多少？有四个了，好像有四个了。